兄弟们，冬天打游戏手冷怎么办呀？那不如试试这个游戏专用手套。这手套我试用了一段时间，感觉真的蛮不错的，舒适度、保暖度、灵活度都很不错，搭配上指套简直绝绝子。重点是它很灵活，不管你是打游戏、写字或者说刷视频都可以。手套指尖部分有银纤维，和手游指套材质一样，可以搓动屏幕，黑白两种颜色，尺寸是均码，具有一定的弹性。有这种露手指的，也有这种不露手指的，兄弟们下单的时候一定要看清。这种不露手指的游戏手套也是可以搭配自己喜欢的指套使用，重点是现在下单还送大家游戏指套，有动手的兄弟们不妨尝试一下，真的蛮不错的。